破坏世界和平的，没错、啊，没问题吧？大概，没问题啊。我想再开个心灵图、啊。大凯该出动了，世界的。对啊，让我慢慢的。统治世界，蒙古图记，冲啊！刚果人进来。哎、欸，你的刚果他昨天帮你发育的不错。他说我。哦，现在接手是电脑，昨天玩的。没错。那、啊、你们玩多久？后来。没玩多久。靠呀，那他帮我发育的时候。我们为了等你、啊。现在不跳出来的话。我没有等你啊，你放心了。你看你，我印象中你也是那个攻骑兵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骑兵就是要赶快统治武统。攻骑兵，你在干啥？武统吧，他的兵力明明，我们两个联手，他的兵力我印象中就是我跟你同盟，我们直接碾过所有的中原。出发了。嗯，那、啊、怎么有人缺少？德国人的战车已经准备好了吧？嗯，德国人出发。啊，今天打到什么时候？今天打到结束了，打到结算了。死掉？怎么有人死掉？打有人死掉？没有没有，是打到结束。大家要一起看到那个，您用石头一起看到那个结算画面。见证了早期帝国的崛起，就跟那个嘛，管事头那个，您将站在城堡高耸的尖塔下，每个人都要看到，旁边是您勇敢的骑士。OK， 关于您国民的故事将从这里写起，开始了，如同年轻学徒学习握剑一样，您会逐渐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。秦始皇，就玩一局啊！您的国民是您最强大的力量。一年。一年玩一局，是差不多没错，可以一直玩。我们一局可以接着一局。等一下啊！我昨天盖的那个怎么不见了？单位需要指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没进去？还在领取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在大厅啊。啊？哎、欸，我进来。你还在连线吗？等一下呢，不是，我就在大厅，就是大厅，在O了吗？那重来，你被弹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才刚进来，可恶！丁义的读取也是。
空白支票给你，见证了早期帝国的崛起与衰落。不久，您将站在城堡高耸的尖塔下，旁边是您的勇敢之躯。就是他的名字也没有，他将就他是完全空白，他就跟如同年轻学徒学习握剑一样，您、啊、会逐渐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。啊、我跟他那是互助合作啊，你这一听就只是想利用他，不一样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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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定跟他和平。等一下，估计你们要等我很久，你要读取很久是不是？我在这，我还在大厅。你是那个把人家从大厅开始连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但刚我最后成功开始读，应该迟早会进去吧。我进来喽，日本人进来喽。你说，哎、欸，我汉尼拔在你家？卡古纳，汉尼拔是干啥？吃人肉的。大疆区，你随便他动一下。等待，是 AI 在帮我玩。自己就我想和解，我也和后了。是我不能和解啊！我想和解，不给我和解。两个谁和解？这个卡古纳旁边这个，那你敲到他了。你可以跟他提条件，不是吗？哦，现在处于交战阶段。哦，可能要过几天吧。八个回合。你要过大概五六百年才可以跟他和解。他这么怕呀？不能随便开战的。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呀。不要随便跟人开战啊！为什么要打仗？人民就在不满意什么？他怎么没人偷？哎，进来了。好，我看一下我家变成怎样了。你家被处理过了吗？人回来了。世界排名，我家好像变得很厉害，电脑好像比较强。战车嘞？你战车休息好了没？他血还很少。他血很少。你头绪？我也没什么头绪。我看一下。我现在就一直让这大将军来休息。他那个中国的兵肯定是集中在这里的，合围之势直接包围，围团歼灭，一举拿下。他在幻想啊！我看你是没遇过德国战车啊！完了，来了。文艺复兴时期，你在这个时代进入了黄金时代。我进入了黑暗时代。哇，又黑暗时代。欸，我是普通欸。啊，我怎么每次都黑暗时代？没道理啊。欸，我是普通欸。好，我要铸币改革。我来了，黄金时代来喽！是啊，我好像都没来用贸易，完蛋。
看海竟然是黄金时代哦，过得太好了吧？对啊，错觉了。拥有更好的政体。我要进入封建时代了，使用熔炉。这游戏就是细细品味。重型装甲满血，我的长城有什么用、啊？你有看到我的长城吗？长城没有，在哪里？北京上面，就在我那个弩手站的那一块地啊。怎么站？好了，慢慢修建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长城不是一天盖起来的。哦，那个科技，不要再打我了，打他们啊，大凯，不要再打我了啦！哎呦，天哪！算了，后面全部打一打。这一块版图应该都要是我。嗯，等我平定了中原之后，后面这个全部都交给我。威尼斯也是我，雅典我也打，这个拉哥啊就不打了。战车，战车！你战车剩多少啊？啊？这个啊，哦，哎，你汉尼拔大将军先给我们探探路吧。我探的路，你看到？这已经没兵了。可以吧？我跟着你，我跟着你，咱们一起行动。因为他昨天打我。哇，是我帮我开视野。靠！不要偷倒投石错，好不好，爷们了。是长城为什么盖不出来啊？长城只能盖一格哦。这能叫长城吗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发力了！来了吗？该发力了！进攻！进攻！战车进攻！你这个还可以攻击哦！我怎么让他攻击啊？伟人是不攻击吗？啊！结个盟吧！你太多了吧？等一下！结个盟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伟人是会攻击的啊！伟人是不会攻击。伟人哦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和解。但你的汉尼拔可以不要挡着路吗？算了，先和解。你俩很怪，很怪。太多了哎、欸！等一下！驱逐蒙古人，一个不留。他为什么不打人呢、啊？对。啊？他们兵都来了、欸。可恶啊！这德国人的兵怎么在这啊？德国人是我兄弟啊，他当然是在这。人呢、啊？妈，要不要信犹太教啊？要不要信道教啊？不要，信犹太教啦。道教吧。信什么道教？犹太教比较好啊。你还搞了犹太教、啊？我现在在传播啊，大家一起加入我。我在传播啊。你很传播耶。我发现我每回合给你太多钱，都会取消。啊？什么？签了条约还想取消？在哭啊！他想毁约，他想毁约，想毁约！点他！我等等分你一点东西啊！我们赶走了蒙古人之后，我给你钱！哎呀，现在谁给我好的？大凯，你要接受？赶走了蒙古人之后，现在只要回头把他那些弓箭，我没有说到，他没有跳出来，我是这样的。应该要点我吧，应该。你要多少，我之后都都给你。OK 呀。哦。你回头把那些攻击手杀掉。对呀。你
明显的缺陷。没有，我不会骗你。啊，为什么都点动呢？我要给钱。哦，有吗？为什么我都点猪？哪有啊？我姐。那是王杰的合约，我根本没跟你要钱。哦，有了，我提出了，提出了。交易，你兵在车上撞啊！那我们宣布友谊，出境。啊，这个吧，他这个战斗模式，我们合作呀。被偷袭了。但是我不会打人。这个长城真的有长城的效果。哎，啊，LD的兵怎么？哎，啊？哎，啊。丁义，他掳走你的建造者啊！啊？你战车该开过去了，战车。战车。阿拉兵怎么又不见了？哎，打了他。为什么自动开点？毛嘞？为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毛他可以存档。哎，不用担心。我全部把的连接都断开了，是我断开的吗？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储存。听力那个是有骗人的效果。哎，为什么都不能打？我们重开。哦，你是？唯剩下的真实玩家，我也回到主选单了。这个好多弓箭的手哦！别想打进来啊，长城已经盖好了。哎，如果我的兵将卡在下面，哎，丁义，啊，右边那一块他蒙古的珠宝门户大开啊，我都让给你了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为什么不能打人？我重型装甲只能打城市。什么重型装甲？你是战车啊？对啊。那你右肩他就可以打他，你应该是没跟他宣战吧？哦，我要跟他宣战。没问题。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开边了吧？开边。我一进去就跟大家宣战了。你刚刚已经看到他那个恶劣的个性了吧？嗯。掳走你的东西，掳走了。没有，恶心啊！他抓走你的兵，然后还打爆你的战车，哎，是，你战车直接爆开。我可以说，你只要把他打下来，然后之后我就乖乖的待在我的地。他不想要地，他想要你死。你不懂丁义真正想要的，我就是要中国岛。定义就是要你死，德国就是要让蒙古倒。不是，你用石头建造城市，见证了早期他家先盖到我家来的。不久，我们中国人站在去哪高耸尖塔下，旁边是你的。可是你也不能动手。关于你的你不能动手啊！将从这里起，如同德国人是最爱学习握剑一样，您会逐渐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。是他先踏入我的领土的。可是你不能动手啊！你不能，我不能动，随便动手，我还不能动手。人家要踏到你家里，还不直接给他点，把他打出去。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我老师跟那个谴责，谴责，强力谴责。那个人的不对，然后他说我们动手，他就会骂我，很怪，很怪。啊！你怎么可以动手？动手就太扯了。哇！你动手就算了，你还打输。是这个。我是打赢了，我还没打。有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战车前进吧，他绕跑了。我是大将军，这不能打。我先跟谁？成吉思汗？没有，我原本就跟他宣战了吗？你跟他宣战了吗？那你战车一定可以撞他。我们的关系是交战。谴责！你是哪一台动不了了？我哎，我先。等一下，我测试一下。六，我可以打。可以啊，正常嘛。
茉莉花。你倒是打人啊，大将军！是，你要看大将军有什么能力啊？伟人不是直接打人的、啊。伟人要哪里看他有什么能力？他上面就会写他可以激活什么能力啊？什么？那我先让这个人撤啊！这个人看起来不是来打仗。哦耶，要进来了。他是大将军哎、欸。电脑是要帮我动一回合？没有吧，你的回合还没到、啊。好。哦，他是大将军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看他的能力没？他的能力啊？哪里有能力？好了，换首歌，换首歌。是被动影响吗？他是被动能力啊。他有被动影响，两格以内。为古典和中世纪陆地单位加五战斗力和一行动力。哦，那他就是跟着打的、啊，他就是 buff 机嘛。哦，没问题。来一首早安，让大家醒醒。大将军出动。哦，原来他是 buff 机啊。这 buff 机还后退嘞？什么情况、啊？英译啊，要不要信犹太教啊？犹太教，德国人不信教的、啊。你，大概我日本人要人信教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你只要把这边打下来，我这边全都信你。信犹太教就是我朋友。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先动啊？这样好衰哦。我也不知道呀。buff 机 buff 机要走到哪里？那低血量升级的话，它会变强。我是很卡吗？不是，是交战的话，只要有敌人在动，就会啊。送我的伟人都回来了，他拿回家了，我不知道他回家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回家了，你的伟人不就在这里？还是我有新的伟人？淡淡的大将军不是吗？不是，我家里又多长矛兵，只有一滴血是啥鬼？汉尼拔不会补血，那你汉尼拔跑去哪里了？不在，更多的兵。重型装甲到底打了打了打了，这不就打了？可以啊，战车碾平他们，没有问题。来这边盖长城，他们啊，只走了一步啊。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模式，战斗是一人动一次的？不过那个好像要打超久了。哦，这里我还可以比这更久。只有进交战的人要很久。哦。大概我会在你家上面一部分盖一个城。当然没问题。哎，丁义，你赶快拼手速，战车直接碾过去啊！你有没有看到你战车前面有一只那个？你要先动这个、啊。我要先动这个。对啊，你战车直接碾他。哇、啊，他这个战车这游戏好拼手速哦。对啊，对啊。他这个战车打我是重大挫败耶！你是在骗啊？什么重大挫败？你就剩一滴血啊！他在骗你啊！你先手直接打死他。真的啦，他打我是重大挫败啊。你不要信他。我索拉塔打一滴血盖伦还是。对啊，就打啊，打爆你怕什么。拼啊，冲啊。的确啊，现在卡住了。等一下，不对啊，我读取比较慢、啊。所以我会慢一点。
哎、欸，他先撤。他在绕跑哎、欸。蒙古退兵啦！蒙古这么快就溜了。这些近战的举手好像没什么用。蒙古人退啦！诸葛村夫有说过啊，这种情况肯定要赶尽杀绝。军权神兽，我、哦、这又有第二个汉民打出来，没有其他的统治方法。我、哦、还要隐退，我按下隐退看看。隐退那就没了、欸。完了完了，真的，他就变弩手兵团。我不爽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常年都在打仗，村民都不爽了。欸、没错，还敢打仗？来拼经济喽！嗯，那怎么没有人呢、啊？科学的时代来了，提供忠诚度。这好像不能死，这个太极少可以死，不能死。嗯。对。都要等你们动哦，才可以动。什么东西？啊，你按结束回合之后，就是所有的兵都要动完一轮，才会结束啊。哇！长城。有没有人可以解释解释这长城到底有什么功能的？完了，骑兵很凶，骑兵很凶，竟然还敢踏过来！不管，就追就追，我不怕。长城是在卡位置的吧？还是我错觉？下面那里也深，嗯，没有啦，没卡到你吧？还好。不管了，拼了！纪念碑好了。我只能拼命了！哎呀，贸易，贸易，贸易，拼起来！毛，怎么样？怎样？我在跟你战争啊，傻逼！啊，那个该不……强力谴责！那个不是野蛮人吗？哎、欸，我需要更多。毛，他把你当野蛮人啊！谴责，谴责！该过来了吧？哎、欸，住房是什么意思啊？房子啊，就是可以容纳的那个吧？谴责，可以容纳的人民的量吧？就住房不够的话，人民就会压起来，就会像白痴那样啊！他已经被起义很多次了。啊那我要怎么新增住房？你要看那个生产里面区域建筑啊，建筑有一些是有房子的。啊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？哦，有，我去啊，太多东西了。等一下。东西太多了，日本人都已经创教了，希望不要遇到他。可恶啊！我这边繁荣的大地，难道要没了吗？大炮要倒了。
德国战车前进，出发，冲锋，冲锋啊！好久哦。日本不断扩大，没有啊，没有扩大，我在传教而已啊。啊，大凯啊，难道你是我最大的敌人？我、啊、靠，完了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，丢了，遇到野蛮人了。你不要冲动，大家不要冲动。日本人现在发育是不是整个起来了？日本人是没什么东西。看一下科技有什么好研发的？太远，不是。这边好像不太妙。竟然是近战的、哦，文艺复兴哦！中国的话还是拼经济吧。中国就是这个大跃进。嗯，对，我们要大跃进。超英赶美，你大家把家里的铁锅都拿出来。把铜矿都变成黄金，哎、欸，这还是秦始皇的时代，秦始皇是特别强的，1320年的，在这个时代，秦始皇还是厉害的。哎，德国是太麻烦了。原本它里面的那些杂鱼应该是很容易打、啊，那、啊、是不好说。其实德国我没打到，它卡住我的位置啊。做投资。我怎么都这么快、啊？这250回合就会结束。嗯、不会，不会。哦，我想说游戏这样也太快了。对啊，250回合也太短了吧？你还想慢慢的玩吧？对啊。哎，你要不要把你大学同学都抓来玩？你冷静啊！打骑兵史加10战斗力。哎，兵是只有在家里的时候才会回血吗？还是只要驻扎他都会回血、啊嗯，他不是有自扎是回复吗？应该驻扎都会吧。嗯，好。呀，结束喽。哦，又来又开始了。本来以为结束。我这满意度。道教跟犹太教怎么什么时候宣传到我这啦、啊？什么状况啊？犹太教在搞啊？不是，我帮你解决他，我帮你解决他。不是，你看看右上角，犹太教来了，让我扁他。我根本没遇到你。那个犹太教很恶心的、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解决他。不要乱打人哦！不要冲撞哦！教是不是怪怪的？啊？啊？对呀、啊。太扯了！犹太教得永生、啊。禁止传教士入境哦。你们不要这么冲动，陷一下嘛、欸。我们是直接这样往东走就好了。没错，持续的前进。这一次中国与德国的联合成效非常好。直接向东边迈进。我走啦。嗯，竟然不想信教，好扯哦！哎、欸，喊啥的？人家打我，他是有病。什么拉哥阿刚？
这是哪里的？这是我的同盟那个、啊，我小弟。哦，那他干啥？他跟他干嘛打我？蒙古人宣战了。哦，他是跟蒙古人宣战了、哦。那可以。嗯，还有跟不是中国还有他跟德国宣战，他跟全世界宣战啊。嗯，他跟我的敌人是一样的。那泥巴怎么回家啊？他泥巴都有什么毛病？不是你就给他点太远了，他就一直往家里走、哦，是吗？他每次都从家里跑出来，你自己看他路线啊，不然你看他能力是什么？大家害怕的可以跟我能力也是 buff 啊，我这边来者不拒。来啊，你这个才会回血，不是只要驻扎都会回血吗？我就信。你们现在德国跟刚果，只要谁帮我，我就信。你妈，我是哥果，谢谢吧。好，你是哥果，好哥果。德国谁帮我？德国人他看不起你啊！你战车一定要进去，给他一点下马威啊！我一定信，我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信。前进，前进，战车挺进。谴责我无限，我用传教士跟奴兵谴责这个蒙古人。哦，对，去他们家传教，这个蒙古人真的未开化。快递都不能，东西买不了嘞，我怎么这么穷啊？你没有钱啊？大概多传教，传教士是很赚钱的。我有尽量传。林先生四个月，很难。啊，你有看到旁边的那个吗？有任务做完了，一块地都。大海，你的传教是在干嘛？我要走了，你没看我要走了，我刚进去，我现在出来了。啊，你要是真的有诚意，你首都卖给我，我们停战，德国也会好好省兵。谴责，我用钱跟你，我用钱跟你买嘛，好不好？会好，你不会亏。哎、欸，你这样打我小弟过分了吧，师尊？但我小弟怎么这么生气？他为什么又可以先动？哎、欸，主机先动也太变态了吧！那我也没办法，我就一直按了。前进，你已经前进了吗？前进。有啊，我刚杀掉一只。我看到他的建造者。你看到他的建造者啊？啊，那你可以直接把他俘虏啊，你可以把他抓起来，就变你的、啊。嗯，我等下就扁他。你不用扁他，你踩到就是变你的，很赚了。哦，哦，这地怎么这么屌？这是大凯的重型装甲、欸。你搞了个牛顿了、哦，我现在就和平共存，我现在就是一个。那我们先和解吧，大凯。看，没问题啊，你在哪一个？怎么他要去传教了，丁？我这个道教可以保护你免受于犹太教的侵入。没，我们和解了。我提出和解是坏掉是。你看一下，提出和解。我这个道教可以保护你。嗯，提出和解了。你看看，德国的这个老大，你看看，我这提出的和解。哎，蒙古人，蒙古人，看一下。加入我这个义和团吧！干什么？蒙古人刀枪不入。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条约行不行？怪的哈，刀枪不入哦。割地赔五块，我饶过你。赔五块？哦，我才不要嘞！要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啊！那结果很明显了，我们不是不想战斗的。没错。欸，我跟德国人其实是不想跟你战斗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，我们就过去看着他吧。欸，为什么嘎拉拉也在打我啊？我没有动手。欸，那个达罗在打我。什么？没什么罗，我就在你家溜达溜达，又没动手。是你，我没看到什么国啊，要打我。没有第三种选项。哦，移动力一格，啥时候做不了？
哎，你有话好好说啊，师尊。别别，你现在来不来帮我？我不要啊。好，你好好说啊，你好好求我。嗯，你现在来帮我，你现在来帮我。然后呢？然后整个中国都给你，我然后我信你的教，我让你传教。啊，如果我说不，你有办法阻止我？嗯、我也没办法阻止你啊。还敢不签合约啊？我跟丁毅那可是好好的用合约的、啊。嗯，没错、欸。不过你赶快取消那个了，空口无凭啊！啊，空口无凭是诚意，诚意。我这边也没有要求什么，就想看到诚意。丁毅，我带着礼物去你们家。对对。哎、欸，可以宣布友谊了。当然，对啊，我派这个人去你家跟你宣布友谊。哦，可恶啊，三面通敌啊，怎么玩啊？没有，我没打你，我没打你，我在等你给我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欸、你给我一点东西啦，哎、欸，你给我一点交代，我交代，没问题。我没打你、啊，你还我那六块钱就好，我换六块钱屁股。你一直打我、欸，哎，我给你，我再多给你一块啦，还是多给你一块啦。我在你家怎么了嘛、okay ？我又没动手、啊。哦，你都跟我宣战了，你在我家。你小时候读书，同学从你的隔壁走过去，你就扁他。当然了、啊，你一定扁死他、啊。我刚刚按错东西吗？他太坏了，这个人真的太坏了。谴、哦、责，无限谴责，强力谴责。我就走过去而已。我们这个条约至少持续300年了、啊。走过去，你不是走到我家了吗？就。但我要去的地方需要经过你家、啊，所以我还要给你钱吗？你不用给我钱啊，我给你7块啊，你赶快接受。我要去上面，我要去上面。哪里怎么接受？你现在只要左转过来帮我。查看交易。看你一边点我，一边叫我帮你、欸。好像下个回合才会出现的。好，下个回合再出。好，那我先结束。等下又有两。不管了、啊，居民怎么样都不关我的事。赠送礼品 ，OK 吧？我就只打他。吧。大将军前进。这个范围里面是谁？哎、欸，他的大将军跑出来、欸！透过战车，等一下，不是战争的那边要先动啊！啊，等一下我先成交你的那个战争的这个要先动，那大将军出来，那大将军跑出来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被 bait 了，你被 bait 了吗？不可能吧？哎、欸欸，他偷打我，哎、欸，我吧，他们还好。他甚至不我，他当甚至不我，哎，变我的了，哎，被俘虏了，他当甚至不我，谴责，我谴责，嗯，我也谴责，看一下，我强力谴责，他去我家，滚，啊，哦，你跟他拼了呢。大凯，快跟我同盟啊！哎、欸，极其不利、啊。弟弟，你好了啦。嗯，大凯，你点我啊，盖一些什么大使馆什么的。还是先让他活一下吧。来啊，你们再踏过来、啊。点火交易那边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盖吧？不是，蒙古人已经过不来了。对，上面要花钱的。哎、欸，他要花代表团到10块钱去弄哎，我根本就没钱了呢。就是你快盖啊！大凯他还骗你，干果可能也在。我已经盖了、啊，后面还花25块。你再给我几个回合，再给我几百年，再给我一下时间呐、啊，我再上个钱呐、啊。你等我一下，10块你都没有。不是啊，我现在是爆穷啊，我的经济已经陷入最大的危机了。哎、欸，丁一还没有要跟我和解，这样是不是？是吧？哎、欸，我刚没看到丁一做啥，他是想骗，他想偷偷打我。没有，没有，大凯。我没看到交易啊，等一下才看到吧，等一下才看到。是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
突袭你什么都不给，太夸张了吧。我是不是就你先点的？和解和解，现在这么久不和解 ，Oh my god！ 我的天哪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稳稳的吧。大凯，救命啊！你帮我啊，大凯，我让你传教啊，我全都信你啊，我全部的力都信你、啊。大凯，我跟你是处于和平状态哦。我也没有要打他的意思哦。你日本身为公道伯，该评评理。是蒙古先动的手，不是，是他先踏到我家来的。大凯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跟他签一份合约，一人一份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个人，大家都签了。我们一个人每年，每回合收他五块。我觉得他比较像中国，你要走续吗？收他300年。你要走续吗？请给我一个永动港，租约99年。嗯，你要不动港，谢谢我啊，你们。我们就把它就稍微拿一点吧，不是这样子，大家。大家都退一步嘛，这样大家都退一步啊。大家都退野蛮人啊！应该自己把你的西安给让出来吧。没有，我西安就是被打那个，我西安就是最衰的。这马冲上来为什么自己死掉？兵工厂，工厂怎么办？怎么还不开炮？这种开不了兵工厂。完啦！救命啊！战车，他又一堆人来喽！兵工厂这有铁吗？蒙古人又在搞了，蒙古人又开始了。我这样，怎么我又开始了？我这样真的没有办法。我这样跟我说，我又开始了。好啊，先要这样是不是？来，我跟你拼了。这蒙古人又开始了啦。不，你真的是作恶多端，还一直骗人。我从来不骗人啊，大家有眼睛的都看到了，是蒙古人动的手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你也看到了吧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他刚动手了。他们竟然听信谣言，他们都是笨蛋，竟然会相信你。什么？我是看到的，你什么意思？啊、他是看到的，他还说你们是白痴啊！一堆笨蛋，一堆笨蛋。他还说你们都是傻逼。我把全部人都宰了，一位平地，一位平地。这个罗的烫船呢？怎么办？后面我没我从刚开始我两回合没扁你哦。啊！我他妈已经退出去了，你怎么扁我？我现在还是可以扁你，我那个营地可以打你哦。妈的，你已经打我了，还在操北！旁边的国家打我，一人一下，这样够了。诚意，我要看的是诚意。诚意怎么诚意？我现在我现在战争，你不帮忙就赶快走开啊！你看他又在搞你。这种事都是战争的时候要的，你要习惯。走开！不然这样，你要多少钱？这样就快了吧。就是看你的诚意，100。诚意，你的诚意。我连到2000年，我每回合给你5块。哦，好，这样好。好，你现在全部的兵都叫过来左边。什么？我是跟你合，我是不打你的合约，又不是帮你的。对啊，帮他这五块怎么够、啊？那你继续打吧，你那些5块怎么够？上不了地啊！你还骗我？5块怎么够？五块怎么可能会够？寺庙可恶啊！大凯，你的寺庙是怎么盖出来的？寺庙为底耶。寺庙好像先要你要有那个信仰值吧，然后那个盖一些。对，挖坑去的时候要有一些什么信仰什么的就可以盖。你要熟读历史啊，就是这种。乱世，我们这种英雄就会出头，讲的就是我哥国。乱世出英雄，要破产了呀！你这什么重型战车跟垃圾一样，你这什么东西？看这个，他在嘴里的重型战车，好夸张！不是下面那个裸的一直打我，魔亨珠，哪里？魔亨珠你打罗这个是打罗我也不知道他打我。我疯狂点他一定是我先。哦可恶啊。我那边是没输了。
现在是全部的台都爆了，是不是？大概你台有爆吗？台我没开。哦，你今天没开啊？没错。我的也爆了。你的台也爆了。嗯，可惜。偷打我这样。激活效果几把扣。破产了。欸，我棉帽打爆了，怎么办？为什么雅各只激活了一次啊？他不是说可以激活两次？我就说你这个重型大车打我，这个是重大挫败，你不要再相信他了。欸，强化员要耗一个回合，强化要耗一个回合，但是强化会那个会补血，这不能开破。啊？为什么连下面那个人都过来？欠扁。啊，你现在不要帮我。什么？他全部的兵都被我打完了。我已经他叫你来送，我已经死完了。你看他叫你来送，哎，你还要相信他？不是，你看他现在在偷打我们派出去的兵，我们派出去只是想要跟他和平，结果他竟然把他们杀光，哎，那是和平的死者。他自导自演，你刚才看到了他那样，哎，嘴脸看到了。哎，我要猜我要走一个地方，结果他说就要跟你宣战，跟我宣战了，我开放边界给你。你看。他还要开放边界给你，啊、不让你。我们是朋友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朋友，他一定会相信你。来，请交易，处处都不可以走。你交易啊，你交易啊。交易。我得在17年之前把他们全灭了。成交。我的大业啊 ！OK 吧？可以走喽。开放边界300年给你，这300年我们都是朋友。没问题，我就踏进来了。我弩手兵团快到了，他小心。很好，很好，射死他。那你记得刚拼手速啊？对啊，是啊，我大科学家可以干嘛？我要怎么召唤一个？你就招募一些什么爱因斯坦啊？他是站着就有用吗？你看他能力啊。没错。我还是我要开画面给你看，不然我都不知道。我看看。大科学家啊，他不是他移动的左边就是能力啊，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，不是啊，左边是会不会左边啊，移动的左边哦，左边移动的左边啊，左右不分呢、欸哦？那我要怎么知道我哪里盖学院？你有盖过吗？发光的地方就是学院了。转天跳过，白色的那个点都是发光的啊。白色的那个点，就是你隔壁一格吗？不是不是，就在你隔壁那一格、啊。这样下去绝对会暴乱。就在我隔壁一格。你点它。啊。啊，左边不是发白光了？哦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在浪费这个科学家。激活。可怜的德国科学家，不强悍啊！我缺钱，我好缺钱。哎、欸，那个犹太教，你注意一下，还是你可以帮我处理那个野蛮人？哎、你看，第一个人都第一个人都，我可以讲话。野蛮人上来再帮你处理。啊，他上来的时候帮我处理一下，他怪怪。他上来我超多五声的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完全五声哦，你这传教会五声哦，完全不知道什么。你这个教有五声的，很凶哎、欸。对啊，四组五声跑上来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为什么有这个？还有我现在他吃我超多钱的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先手，一直射我，死掉了、欸。撤退。啊，你谁来射你、啊？蒙古啊，在贬我啊！定义啊！哎、欸，我不是刚刚说不，我不贬你。什么？有吗？你们不是没签吗、啊？没签条约啊？对啊，你又没给钱，你又没签条约。对啊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！我不是说我不是说你们啊。处理一下左边那个。天哪！交换位置啊？什么意思？在搞是不是、啊？小心他的武神啊！这四组武神都不知道干嘛哎、欸，一直吃我的钱，我快受不了了。
删掉吧，大概那个单位可以删掉。打旁边这个紫色的电脑。这一格是一格吗？感觉会被野蛮人抓走啊！哎，德国人帮一下，这样。楼下有一组，有一组很危险的野蛮人啊！不是你现在连野蛮人都处理不了吗？我很难啊！你很难吗？你想一下，你算了，氪金了，你家有一点氪金了，氪金了。地怎么还没扩大？快受不了了，地太小了。人民就不要管他们了，被打了就没了，对吧？好像只要在一起编队，他就不会被抓走吧？你要干嘛？都要干嘛、啊？前进！我在等你的成绩。大商人贾博士。